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炖肉，今天炖一锅猪肉，看看我炖肉的方法跟你们一样吗？先把那个猪肉哈，老张都切好了，我给拿水焯一下，一定要凉水下锅，肉是凉的，水也是凉的。然后搁几片姜，这肉多好，10块钱一斤。然后搁一点料酒，点火，焯完的肉放进去，不放油，就这么扒拉，把那油扒拉出来，把那油给它扒拉。用这个水特别鲜，我也不刷锅了，搁点油，把这些调料，葱姜蒜花椒大料，什么香叶呀，什么橘子皮呀，炒出香味儿的，然后再搁点小茴香，这个是不是得尾巴得切一下，炒出香味儿的，花生还没放，香味儿出来了，把肉放进去，放料酒。贝士达，薄盐生抽，生抽、老抽、老抽，然后放点这个，腐乳，放两块，三块，多放腐乳好吃。豆瓣酱，放一勺，再放盐。多嘛，多放盐，然后放个大宇的压力锅里，大宇压力锅炖猪肉特别好吃。开始功能，炖肉，两下行了。西兰花，把肉炒辣椒，炒好鸡蛋蒜苗，这个陆小景的果蔬茎。对，洗蔬菜水果的，然后一个五花肉，再做一汤就行了。炒蒜苗、西兰花、肉炒蒜苗、肉鸡蛋炒辣椒。要吃，吃放气儿。西兰花、辣椒、蒜苗炒肉，还有个炖肉，还有个豆浆。吃饭喽，吃吧。还给你们买的瑞士卷，筷子，给我一声，谢谢。看看我们三盘子菜全光，吃了两盘子肉，说明我做饭还可以是吧？孩子们爱吃我做饭。老张，你的椰汁儿，豆浆，老张头喝豆浆，看我对你多好。来，你的老大过来，咱们四个一人一碗，快！我跟你爸都不冲。哎，看看你姐，你妹滑雪怎么着了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早上吃鸭脖呢，三胖蛋儿。费点劲。哦，先在那儿排队。在站着是吧？我从这儿上去。啊。完了再从这儿下来。从左边下来。刚刚我们坐缆车上去的，呀，哦。啊、哦。能滑着，那不摔倒啊？没摔，我没摔。多快呀、啊？是不是很慢呀、啊？看这坡不高啊。多近？不高不高。哦。高级道的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哎呦，排这么长时间队。那边。哦，那边高级道，哦，他们是初级道，哦，这么多道，没看有滑的，都在那儿排队走着，哪有一个滑的呀？我挂了啊！没一个滑的。我